条树。我知道风在哪呀？我吃了什么？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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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。我车怎么会有吹风机？因为它的风机在后面了。你说蒸汽火车？蒸汽火车有吹风机呀。这个不是蒸汽火车啊，是高铁，是不是？高铁不像火车吗？还是不像啊？是啊。车站哦，哎，有车子来了，我们靠边站。好，那个火车，是，一定要来过来看火车吗？看火车。啊，又有车来了。